而昨晚的大年初一贺岁花车巡游在尖沙咀举行，旅发局就说高峰期嗰阵沿途有成11万市民和游客观赏，看看潘志谦报道。国泰的飞机成日都见，但是车一年只是见这一次。回演仲第一次有名标题，咁多蔬果，原来是农夫都出醒同大家拜年。今次拆騎呢兩匹馬不是騎師，而是皮影戲大師。他哋今年是主角，除了化身金錢兔，還有這一隻大白兔。睇花車好開心啊！最喜歡新年兔。同埋啲舞獅啊，其他咯都中意。好多元化，好多種類嘅嘢都有得睇咯，同埋即係嗰個氣氛搞得好好咯。日本鹿兒島嘅祭典移師再嚟尖沙咀，九州嘅新幹線亦都嚟埋賀年。仲有熱情森巴舞，怪得佢哋睇成晚都唔覺凍啦。今次嘅匯演嘅主題咧係環球派對啊，所以嚟到嘅觀眾咧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。今次匯演共有36隊花車同隊伍參與，當中16隊係第一次參加。有線電視記者潘志。